我而家唔係警察，我都諗辦法救我自己噶。無論你去到邊度，總之你犯法，我就親手拉你。你唯一黑社會，你背叛兄弟，你背叛埋我啊！转身便会倒地，心软再心痛，亦心爱，亦分不开，早知没有将来，可惜习惯忍耐，时时刻刻想想杀一点放下期待，为何偏偏想想尽情地受伤害，曾了断过，又再遇过，又一错再错，从来爱人都错，原来我们都错。曾信任过，又背叛过，又这么难过，为何要来逼我？你去做咩啊？呢啲咩嚟噶？私人嘢咯，使同你交代啊？咁你翻差馆慢慢交代啊！阿 Sir， 我系良好市民嚟噶，差人大晒啊！哎哟！做咩你哋非法集会啊？我虽然读得书少，但我都识法律噶。你凭咩探我翻去啊？我因为探你翻去一查咯。你又想啊？有咩就讲清楚，咪喐啊！你全部同我散开，唔好喺度玩嘢啊！系咯，喂，有事？好，心情好，叫个兄弟翻嚟陪我饮酒得唔得？咩事心情咁好啊？我想到一條橋怎樣整死聖城的警察。什麼橋那麼厲害啊？我叫卡文騙班警察說我們今天出貨，到時他們一定會來擒聖城那傢伙，想著人贓並茂，想拘捕的時候我轉頭就告他。我還叫卡文做直播，有片有真相，今次我要他身敗名裂，永不翻身。那這條死警察今次死定了，希望一間順順利利，咁我可以同阿奇報仇。放心啊，奇哥一定幫到你嘅。喂，去邊啊？喂，睇直播食花生喎，梗攞啲花生添啦。快啲啊！阿 Sir， 我哋良好市民，好唔同警方合作嘅喎。你做咩啊？喂，做咩？咩做咩啊？咩事啊？喂，你搞嘢，你想我？你做咩啊？有冇玩嚟噶？咩事啊？咩事啊？你想我咩嘢啊？收埋，收平眼，整啲收。你仲记住点多你啊？做咩啊？做咩？收声！收声！市民贩毒，拉佢翻去。你话，我嚟睇下。佢哋啊，唔单止乱咁拉人啊，仲乱打人啊！警察打人，警察打人，警察打人。等我处理，等先。
全部人。之前記者要解答記者，跟住咧又俾啲議員質詢，今次件事都幾麻煩。sorry sir， 佢哋今次係有心設局，應該都係針對我。修平睇到我俾人侮辱，佢忍唔住先會搞成咁。我明白，我唔係怪你哋。第一，人哋有心挑釁我哋警方；第二，我哋大家都人，都有脾氣，所以做警察有事就要忍忍忍。仲有啊，你嚟緊同阿修平兩個咧，養得小心啲，費事俾啲人有機可乘。都係我問題，其實俊軒已經暗中通知咗我，只不過喺現場唔可以講太多嘢，又嚟唔切提修平。而家件事俾人發酵咗，我哋警方打無辜市民，真係幾麻煩。咧，上頭有召見啦，唔知係咪要解話？我唔理你啦，我上去解話先。Yes sir。有啲咩解釋咧？古 Sir 點睇今次警隊裏邊黑點嘅事件咧？請問警方會點樣處分涉事嘅警員咧？有關警務人員毆打無辜市民，我代表全港嘅市民，希望警方能夠給予合理嘅解釋。周議員，你一定要幫我哋主持公道啊！千祈唔好放過嗰啲打人嘅警察。警察打人，還我公道！警察打人，還我公道！警察，大家冷靜啲啊！我代表警方向大家保證。我哋会查清楚呢件事。如果过程里边发现有违规嘅话，我哋会严肃处理，绝对唔会姑息纵容。同时都保证喺调查过程绝对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希望大家俾啲时间我哋，因为结果会向公众交代。唔该晒。古 Sir， 警察打人，还我公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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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家情形大家見到啦，市民反應好大，加上有視頻，件事越搞越大，所以內部會嚴肅處理。明白阿頭，我絕對信得過你哋，只不過件事而家俾人放大咗，你哋以後做任何嘢要小心，唔好俾人有話柄。Yes sir。Yes sir。最衰都係我搞到咁大件事，而家連累咗大家。呢件事我都有責任。唔关你事，系我自己一时冲动，对唔住。你都系为咗帮我而出手啫，完全明白嘅，使乜对唔住啊？系咯，冇担心咁多，配合内部调查。如果有记者问啲咩嘅，全部唔好答。Yes sir。Yes sir。胡 Sir， 陈 Sir， 陈 Sir， 唔好意思啊，师兄。醒目，門口都入唔到嚟。對唔住啊，依家最衰都係我，係我連累咗你哋，而家仲搞到差館嗰度好似俾人聲討。講咗幾多次啊？唔關你事啊！修平啊，你哋警察一直為市民服務，呢啲我哋有眼見㗎啦，啲街坊都信你哋嘅。多謝你係。多謝咩啊？我睇啊！就怪嗰啲跟風搞事嗰啲人啊！而家都唔知點解嘅，啲後生咧唔識得獨立思考嘅，人哋講乜就信乜，完全冇判斷能力噶。一有咩事咧，淨係識得喺度鬧事。
媽冇我份噶。我知道，接得係你噶啦。啊，係啊，失眠嗰個聽你講嗰啲人陷害你，咁嗰個係邊個？細路女問咁多做咩啊？聽蘇炳哥講，嗰啲人係衝住你哋嚟嘅喎，唔通你之間有果子？黑亂社，即係俊軒哥社團。嚇！俊軒哥，俊軒哥唔係對 friend 嚟嘅咩？唔通你有人搞你哋，唔預先話俾我哋知？所有嘢都係太子搞出嚟嘅，俊軒咩都唔知嘅。我又唔係咁諗。俊軒佢而家太子身邊最得力嘅助手，發生咁大件事，佢點可能一啲風都收唔到？咁咪因為太子做嘢小心咯，咁佢都識得越少人知道風險咪越少噶嘛。咁俊軒唔知有乜咁出奇啫。咁吹水咧，當時吹水都喺現場，俊軒佢根本就係知情，佢同埋太子一齊設呢個局噶。嚇！俊軒哥做咩變成咁噶？今次做得好啊！唔好提啦，本来想逼晴天出手噶，估唔到佢咁都忍到，佢嘅 EQ 真好高。呢个晴天真系唔简单啊，咁都忍到。我同佢交过咁多次手，到而家都仲未捉摸到佢系一个点样嘅人。其实你仲有机会嘅。乜嘢机会啊？只要你死口咬定是他，那就是他了。是，我可以出庭帮火鸡做证。我们手上有警察打人的片，人证物证都有，他想甩身都挺难。没错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今次真的可以帮你老豆报仇，又可以帮我弟弟出大气。当时是那两个阿 Sir 搞事先，是啊，我见到他们拦住一个市民，说他藏到，什么都没有说就开始搜身，结果什么都搜不到就开始打人了。打人那个是谁？两个都有份啊，尤其是那个叫晴天的打得最狼。当时你看到了？是啊，我一直都在现场的，我还用手机拍下了片。你说的那个晴天，根据我看过那些片，我不见到他动手打人。不是啊，那个晴天真的很狡猾的，他一见到我用手机拍片就停手不打人了，我放下部手机他又开始打，还威胁我说要抌我部手机。吴小姐，你肯定你说的东西是对的，假如你比较口供，你可能会触犯妨碍司法的条例，会坐监的。这一点我很清楚的，我说的东西全部都是真话，你们一定要查清楚，为我们市民拿回公道。当然这个女要相信我们警方。那继续，咁當時喺現場，你有冇見到其他人有參與打鬥？多謝你啊，吳小姐。你嘅供詞我哋已經記錄在案噶啦。如果日後有需要嘅話咧，希望可以繼續積極配合。冇問題，做證人係我哋市民嘅義務嚟噶嘛。更何況嗰兩個警察實在太過分啦，就係呢一啲咁嘅害群之馬，影響到你哋警隊嘅聲譽。唔該曬。份口供变成点啊？警察，佢好似好针对你咁，一直强调睇到你打人。目前份口供咧对你好不利啊。唔该晒。好，我明嘅，我明嘅。其实我都打算咁样做。好，你等一阵。大老闆想同你講兩句。喂，老闆。最近幾單生意我留意到，你幾醒目啊？有燈。多謝老闆。俾心機。收到啦。拜拜。拜，老闆。而家文龍啊走咗，我向大老闆推薦你，大老闆岌咗頭。以后文龙跟开的事就由你去跟。收到。俾心机啊，帮我哋合联社省靓个招牌。
都要多謝基爺和大佬俾機會上位。放心啦，我要盡力做好佢。難得大老闆咁睇起你，裝住香味關二哥。大老闆肯同你通電話，咁即係話佢而家留意緊你。我都係咁諗。如果埋多起身，定時做嘢就易辦。冇事啊，我開始啊。唔係喎，太子利用嘉文繼續咬住刑方，你同修平小心啲。我梗係知啦。最慘嘅就係修平而家俾人影到佢推吹死條片，呢度麻煩啊嘛。唉，我都諗緊計點幫佢㗎啦。但真系冇计，唔知点帮。太子哥，太子哥，太子哥，大佬，你放错。嚟，点啊，太保？做得慣啩？大老闆俾咗間財務公司你搞，俾啲心機啊！都係多得大佬睇住啫。係，買咗個陳年茶葉俾你。唔有我心。哇！百年喎，即係大佬中意。好，嗱，以後有啲咩搞唔掂嘅，記住同大佬講。我做得你大佬，一定撐你。多謝大佬。哎呀，有樣嘢要提一提你。而家十五樓嗰班友下下針對住我哋，千祈唔好有啲咩痛腳俾佢哋捉到。如果唔係影響埋我哋正行生意。知噶啦，你小木仔嚟嘅，俾啲心機啊。拎啲數簿俾你睇下先。你們全部同我散开，唔好喺度玩嘢啊！根据你哋提供条片同埋口供嘅资料，请 Sir 就应该系问题唔大嘅，但系许 Sir 就比较棘手，因为条片真系见到许 Sir 推开咗个证人，而控方就一定会捉住呢一点告佢打人。张律师啊，其实当时嘅情况唔系咁，系佢哋挑衅我哋在先。明嘅，明嘅。但法庭是讲证据的，这样对许 Sir 不利。张律师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？你们可以找证人，但由警方做证人的话始终力度不够，除非可以还原成件事，证明到许 Sir 没有蓄意伤人，否则的话他就很有可能会面临起诉控罪。当时在现场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目击证人，不过想起当时的情况，他们可能真的会误会我们，或者没那么容易帮我们上庭做证。如果你再想起任何细节，只要是对许 Sir 有利的，记得第一时间联络我。明白的，麻烦张律师。麻烦张律师。不用客气，我还有些事要忙。张律师，找个地方来谈谈他。OK， 没问题。麻烦。唔使灰心，我会想办法帮你嘅。我知道，不过连张律师佢都话胜算唔高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有力嘅证据证明你清白。韦俊轩，点解你要咁做？我唔知你讲咩。点解你要出卖你嘅兄弟？
你明知道那個人是探，你點解唔話俾我知啊？喂，我是古惑仔嚟嘅，做咩幫你哋？即係你嘅知情。汪天仲一直同你講好説話。你唯一黑社會，你背叛兄弟，你背叛埋我啊！我以為你唔係咁噶，我以為你會改過噶。你中意點諗點諗。仲記唔記得呢對鞋？我生日嘅時候你送俾我。我只係特登排咗幾個通宵同我買呢對鞋嚟買。我一直都好中意，所以就算做到霉曬我都唔捨得抌。呢對鞋今日已經冇意思。我由今日開始就好似你所講，我哋唔再係兄弟。你做你嘅古惑仔，我做翻我嘅警察。我希望你唔好再犯事，如果唔係見一次打一次。依家考你對鏡頭推薦產品嘅功效，你試下呢支洗頭水啊！好啊，俾我睇下產品嘅資料啊！知啦，唔該。呢一隻亞道夫洗頭水一擰開就有一股清新自然嘅香味撲鼻而嚟，輕輕一搓仲有好濃密嘅泡泡。我嘅頭髮係屬於比較乾燥嘅類型，用咗亞道夫之後，我嘅髮質變得輕柔潤滑，香味持久。爱的味道，你一世都不会忘记。Cut， 做得好。多谢大家今天来参加初选，我们会内部再评审，如果是合适的，我们会再通知大家进行第二轮面试。走啦。你觉得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呢？放心啦，我哋头先表现咁好，一定会拣我哋嘅。咁你又唔好咁自信。梗系啦，你冇留意到头先影相个摄影师啊，鼻血都流晒出嚟啦。你有冇夸啲啊？我哋咧之后就发达啦啊！唔好意思喎。乜嘢人咁串啊？撞到人 sorry 都冇句。泰迪咯。泰迪哥。福兴同第二把交椅啊！睇中人啊！哎呀，走啦！咩风吹 Teddy 哥你过嚟啊？我听人讲你间经理人公司做得唔错，今日一睇果然系有啲品味啊！生意仔啫，咁啱而家娱乐圈嘅人中意怼嘢。玩餐眼仔啫，边好似 Teddy 哥嚟啊？做生意做到咁大，我都系跟住你后边啫。今日我嚟揾你，系有件事想同你商量。最近我手头上啲货有啲紧，唔系啩？如果唔系上次俾合联社班衰人陷害，我都唔会搞到咁样啦。你手头上有冇多余嘅货，借啲俾我啊？Teddy 哥，你唔好讲笑啦！你都知道我哋呢边啲货好紧张啦，你问我借钱咧，可能仲易啲。天啊，大家都系同一个社团嘅人，我再问你一句，借定系唔借？好，你坦白时我坦白，货就真系冇得借噶啦。
如果你啲客要嘅话，可以叫佢哋嚟揾我。揾你？叫我啲客嚟揾你？你当我傻噶 ？K 仔嘅生意不嬲都系我做开嘅，你想插只手埋嚟，冇咁易。收平啊！等一阵再 check 多次呢对港机。收平调咗职啦。收平，唔好意思。啊，冇事，唔紧要。系咧，你最近系咪查紧一单咩毒格案？系啊，我哋查紧噶啦。咁我知道你一直好俾心機，而家風頭火勢，忍住先。放心啦，冇事喎。OK， 你哋忙翻你哋要做嗰啲嘢先啦。OK， 準備出發。Yes sir。警察，咩事啊？差人，请上。哇！十五樓班有登到咁行，啲貨唔分開擺啊，一鍋熟噶。呢度四箱嘢，去去去。全部都係藍精靈 K 仔嗰啲，咁我哋做開嘅。有條友爭我錢，冇錢還，我咪立曬嗰啲貨翻嚟咯。呢幾份都係福興同日主打，我哋冇拆家，散貨啲難度。系噶，不过呢度钱嚟噶，你唔好睇少呢度，成千万噶。你啱啱上位啊，点都做翻啲嘢俾大老板睇啊，我撑你噶咋。咁随时要同福兴同打交。喂，佢哋攞正牌啊，而家你有你做，佢哋有佢哋做，吓，总之散货嗰阵时小心啲。嗱，呢单嘢我交晒俾你噶啦，有数翻公司就 OK 噶啦。收到。我哋就合联社，即系想咩货都玩晒啊！咪点啊？大佬压到落嚟，话压啊！嗱，其实喺我立场咧，我唔会教你点做。有办肥佬啲官腔。其实咁大批货，我应该一早数咗噶啦。好，数啦！我衰咗，睇下边个帮你凑幕后大老板出嚟。虽然我的底线咧就系唔俾批货流出市面，但如果批货嘅老细出货比我快嘅，我都冇计嘅。咁咪似翻人话咯，你得嘅。喂，真系唔得喎！福兴堂出货咁快，就因为有四大拆家帮佢出货，我冇佢哋啲料啊。泥掹张包。第一个泥掹就是福兴堂的御用拆家，其余三个就是自由身嘅。呢个泥掹你唔使谂。
啊，我炒佢哋。喂，收平点啊？古 Sir 叫我调下收平去禁毒宣传。哇，佢咁靓仔，红喎。咁啊，心冇嘢啊嘛。你话咧？不过佢心理质素 OK 嘅。唉，如果嗰日我哋早啲通知到你哋，件事又会发生。计落，我同你都有啲责任。而家最紧要嘅就系点样令到阿秋平冇事。我望我快啲完咗呢个 case， 可以出嚟同佢做证人。咁要大家继续努力啦。喂，呢啲嘢一家便宜两家着，大家有数嘅啫。阿 Turbo 哥，我出嚟行系卖忠心嘅，帮你咪即系斩断我同福兴堂条财路。咁我哋合联社都可以同你整条财路咋？我惊冇命响啊！帮你好啦，喂，大家食四方饭嘅，头先齐齐揾啊嘛，今次你帮咗我，下次咪我帮你咯。我惊帮咗你，睇敌边斩死我啊！你又唔系跟佢嘅，我唔想搵命搏。喂，讲两句先啦，喂，喂，大哥，今日究竟过嚟接边个啊？黎妈，你跟咗我咁耐，唔好话我唔话你知，以后唔好卖 K 仔啦。唔卖 K 仔，做正行咩？唔通你而家有病啊？捞正行搵到钱咩？以后帮我买盒特草。东非鹰叔，我听讲过，有路咩？我约咗个住喺泰国嘅香港人，佢喺泰国有门路，可以搵到啲货嚟香港。如果倾得掂呢单嘢，以后啲钱就好似雪花咁飘埋嚟。都话提哥醒目噶啦，切，擦鞋仔。诶，关泽伦，你就系福兴堂嘅泰迪啊？我哋上车度慢慢倾。今日咧，其实我就唔系好得闲。我唔会阻你好耐嘅，一杯茶嘅时间。我只系想同你倾一倾嗰啲。君臣先生系同我哋合作嘅，唔好意思，对唔住啦。的而且确系 Turbo 揾我先。你就系 Turbo 啊？你就听啲啊嘛。好啊，你嚟得真系啱。黑特草你冇做过，而家想做冇所谓。咁就你有你做，我有我做。本来就系嘅，但今日我嚟咗，你唔系当住我面叫我啲人，唔肯规矩喎。规矩系人定嘅，有钱至系王道。如果你咁讲，即系第阵时你买咗货之后，我人多架撑多，随时抢你都得啦嘛。上次你哋堂口唔系就系咁抢我哋生意咩？上一次系文龙搞嘅，唔关我事。而家我揸旗，我以后都唔会俾啲事发生。两位两位，唔使咁怒气嘅。嗱，泰迪今日咧的而且确咧。喺合联社揾我倾先嘅，咁再情再理咧，我都唔应该反口。至于日后点样合作，日后嘅事，大家都系我朋友。OK， 温柔先生明示你。咁我下次再揾你。喺我面前又文又，我迟早搞掂你。搞咩啊？冇嘢揾嘢做。带你阿嫂去买嘢。系，收到。我阵间叫佢打翻俾你啊！拜拜。
喂 ，Taro 哥，喂，你啊，今日吹咩风揾我出嚟倾嘢啊？大家唔同堂口啫，坐低饮下酒，吹下水都得啩。咁啊，以后多啲关照细佬。嗱，唔好以后，就今日。吓？唔好吓，搵你出嚟，梗系有好嘢益你啦。唔通叫你开车仔面咩？你帮下头坐啊？唉，呢啲人搞噶啦。我有批 K 仔同埋揈头，想你散，量好大噶。秋哥哥，唔好玩我啦，大佬用咗我噶。做得小心啲咪得咯。就当我今日冇见过你啦，走啦。咁快就走啦？你玩我啊？喂，咁咪我玩你啫，你玩人啫嘛，仲好爽添，会死人噶。边个想你死啫？想你发达啫嘛。我大佬会怼音我噶。你知唔知而家香港棺材山地骨灰咁几贵？未揾够之前，你唔好死啊！妈，你阿爸叫司机车我嚟噶。阿爸，你都嚟咗，坐低先讲，入嚟啊。你阿妈话要攞汤上嚟俾你，唔顺路咪叫司机车埋啦。其实我都想上嚟探下你，如果唔系一年只系见你一次啫。唔系，修平耐唔耐都要翻嚟噶，净系咁啱嗰几次，你系去开会，一系出 trip 啫嘛。修平可？是啊，你睇下你屋企有饭，你唔翻嚟食，食埋啲咁嘅杯面，有益咩？有阵时忙起上嚟，呢只方便啊嘛，碗都唔使洗。屋企咁大地方，又有工人煮埋俾佢食啊，舒舒服服。我都唔明白点解佢要搬出嚟住。你又冇女朋友，我都唔知道你点谂嘅。就系工作唔定时，摊喺度翻工方便嘛。系啦。我都唔記得問你，你而家份人工有冇30,000？差唔多啦。你聽下，差唔多啊，即係冇啦。我睇你而家嗰份人工都唔夠呢度交租啊，都唔知點解你咁中意當差。哎呀，有時做嘢咪樣講錢噶嘛。你知你個仔啦，又有正義感，份工有意義喎。況且屋企啊，經濟環境許可啊嘛。你中意當差嘢，我唔理。但有時做人咧有分寸。上次你阿哥結婚，你竟然冇出現到，你睇下你點同你阿哥講？我知道又唔啱噶啦，我已經同咗阿哥去解釋。佢心情我明白嘅。阿天同俊軒啲由細玩到大，而家單案同俊軒有關，佢都擔心你好兄弟啫。我知道錯噶啦，阿爸。对唔住，你冇对我唔住，你对你阿哥唔住啫。朋友冇咗可以揾，兄弟血浓于水啊！你做人要有分寸先得噶。我明白噶。其实今时今日当差咁受气，吃力不讨好，你不如辞咗份工，翻嚟公司帮手仲好啦。阿爸，俾咗少少时间我咯。唉。仔，点解你咁固执噶？你睇下你而家搞咗单新闻咁大，就算你单官司冇事啊，但外边啲人点睇啊，都会话你系黑警啊。况且就算你真有打过人，掟你喺警队都冇前途啊。我冇打过人，我唔系黑警。个仔系点性格，我哋最清楚啦。佢根本会做呢啲事嘅，分明系有人屈佢嘅。俾人屈，万一判咗有罪啊，将来咩前途都冇晒啊。阿爸，我。喺度电话，我听咗先。喂，系张总，系。哎呀，唔好怪你阿爸，佢都担心你咋。佢今日啊，特登揾藉口话叫我送汤嚟，就系担心你间官司，咪今日过嚟睇你咯。系阿爸叫我俾你嘅，揾啲最好嘅律师搞掂单官司佢啊。好啦，阿妈。咁你幫多謝阿爸。
啊，系啊，下个月你阿爸生日啦，你几唔得闲，你都要嚟啊。知道。你阿爸讲得啱嘅，上次你阿哥结婚你冇到，真系你个疏忽嚟嘅。你阿哥就系明白啫，但系你阿嫂系爱人，佢心梗系唔舒服噶嘛。你记住得闲咧，要请佢嚟饮茶，搞翻嗰啲关系啊。知啦嘛。喂，唔该你啦，唔好再食埋啲冇益嘅嘢啦。喂，你睇下，我煲咗你咁靓嘅汤，有鲍鱼有鸡，你净系食渣都饱啊。多谢阿妈，我自己倒啊。得，我知道你碗摆边噶，你咁辛苦，你坐下啦。唔该阿妈。你今日约我出嚟做咩啊？唉，头先俾我老豆暗完，咪想搵你出嚟呻下咯。你老豆啊，都系关心你啫，又唔见佢暗地哥。你要记住，你屋企咧系你最大避风港，你屋企人几时都撑你嘅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佢哋系关心我，但系老豆讲嘢有啲咩语气？我都唔知点解佢唔可以好好地咁样讲。唉，佢唔识表达啫。咁有时爱一个人系咁噶啦，有时可能系唔想讲，又或者可能系唔识讲。你讲俊轩啊？我讲紧你啊，拉埋我落水。其实我都惊啊，我最惊如果万一呢单案判咗真系入去坐嘅话，我有啲咩嘢都同唔到我自己中意嘅人讲。乜你有中意嘅人咩？边个嚟噶？你识我都识噶喎。打个譬如啫。放心啦，要相信法律系公正嘅。嗯，听你咁样讲完，我而家心情好翻好多啦。我呢个心理医生咧系几掂噶，你有咩问题咧，记得揾翻我。贵唔贵噶？嗯，都几贵噶。不过咧，我今日唔谂住食你只龟，我哋去食艇仔粥。咁抵？嗯，加杂粮喎。碗仔翅我买埋俾你啊，吓。自己都偏光，填不起。